12月19号 ，Justin 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给粉丝的1000万福利，一部自导自演的 MV。并配文说：“这是一个迟来的1000万福利，又是贾导演在片场空闲时间自导自演的一个假 MV， 希望大家要喜欢哦。”粉丝们大呼超级喜欢，并暖心表示会永远站在 Justin 这边，支持他的任何决定。漫画新闻，看来这份粉丝福利送得很成功哦，不当。